港梅之店吴耀汉询问身体状况，他透露肾里面长了很多水泡，现在肾功能只剩下一成，并坦言现在是真正的退休状态。随即又补充道，不是我想退休，而是香港的没有电影拍。提起吴耀汉的名字，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，但是提起他演的五福星系列电影，不少人就会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他。吴耀汉是香港一代笑将，虽然经常演配角，但是他的喜剧功力在香港电影史上不容忽视，就算比起后来的喜剧之王周星驰也丝毫不输。10月2日，今年79岁的吴耀汉被港媒拍到满头白发，步履蹒跚，独自去医院看病。这一天他先到医院自助机取号，然后去内科门诊区问当值人员现在排到几号，听完后就找了一个位子坐下，坐了一会儿发现不对劲，于是走去问第二个医护人员，问完之后又坐下，边玩手机边等号。搞好预约后，拿着箱药单的他一四步太认路，找不到取药处，后来走了很多冤枉路才找到。之后港媒致电吴耀汉询问身体状况，他透露肾里面长了很多水泡，现在肾功能只剩下一成，并坦言现在是真正的退休状态。随即又补充道，不是我想退休，而是香港的没有电影拍。吴耀汉说到不想退休，就难免让人想到他说过，我拍戏并非只是简单的混口饭吃，而是把超过卓别林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。作为香港老戏骨，他也确实为观众塑造了不少经典的喜剧形象，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。虽然他从没演过主角，但他演配角同样生龙活虎。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 TVB 经典电视剧《司机大佬》里那个乐观开朗的司机大佬，还有电影《林焕先生》中的江湖术师。经典喜剧《半斤八两》中，吴耀汉饰演一位和富少老婆有奸情的警察，《快餐车》中他饰演一名精神病人，和成龙一起搞笑，一直到年老了他都活跃在大笑荧屏中。有人会问，他这么老了还在拍戏，是因为缺钱吗？当然不是。据报道，吴耀汉目前身家将近35亿，是圈内的隐形富豪。港媒称吴耀汉身家35亿，作为五福星主创之一的他也谈起往日风光，大方笑言道，曾经有段时间我荒谬到有两台劳斯莱斯，79年买了栋别墅，80年代千德堡，当年3年6部戏，每部片酬100万，当时清水湾西贡别墅也才100万，我拍一部戏买一栋。还有件有趣的是，国产动画片能出没里的光头强可谓是深入人心。当我们一直感觉到光头强像某个人时，其实这个人就是吴耀汉。由于他的无厘头演技超越周星驰，所以熊出没的投资人最终买下了吴耀汉的肖像权。直到去年年底，他出席某电影首映礼时自曝患上肾衰竭，当时肾功能只剩下20%。在那段时间，他每天要去医院洗4次肾，才决定暂停拍戏。如今79岁的吴耀汉似乎情况更差，肾功能竟然只剩下10%。不得不说，人老了，身体健康太难控制了。不过，吴耀汉一向乐观积极，希望这位老戏骨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有机会继续拍戏给观众看。Thank you.